由中国奥古斯都财团工作室打造的 3D 手机游戏新作《伊甸启示录》最近展开了测试，并释出游戏的实际影片。这是一款把故事舞台设定在近未来的科幻 RPG， 在人类最后的城市中将登场来自多个不同势力的角色，而主角将被卷入势力的纷争之中。战斗以回合制进行，透过指令卡牌可以对角色下达攻击或是发动技能等行动，每个角色都有独特的战斗方式。影片中可以看到他们大显身手，使用以华丽 3D 特效呈现的必杀技，结合声优们的全力演出，视觉和听觉都可以充分感受到角色的魅力。伊甸启示录目前还在开发当中，希望经过这次的测试能够早点让游戏问世咯。